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 球速是良好一坏，白色的速球，不过岳振华打到了中外野的平飞落地，是一支一垒安打。这球变化球，王振顺又击出了安打，勾到了右半边，越过了二垒手的防区，真的烫啊，真的是厉害哦。因为陈早今天前面两次挥棒都是招三中，哇，点得很好，我这边稍微让掉，哇，还是来得及。好，这个触击有在练哦，一颗就到位，哦，没有再给你什么前面失败的，直接给你点下去，还让你沟通差点出状况，成功的牺牲触击，把跑者推进到二三垒的位置。刚刚其实也有曾经投得很开的情形。不过这边是要对决，但是道伯格没有投进去，手开掉，形成了一个四坏球保送，中信兄弟在一出局就攻占上了满垒，那空间就是好球了。一好三坏，一出局姜昆宇对决道伯格，结果还是一个四坏球保送。仔细的选球，姜昆宇连续两天在满垒的时候选到保送，帮助中信兄弟在这个半局攻下一分，目前4-1领先。这球投进来之后，陈文杰打到的是中外野方向，陈威往后退接杀出局，不过是一个高飞接杀打，没有问题。跑者这边二垒上的周思齐也上到了三垒，一个适时的高飞牺牲打，帮助中信兄弟再攻下一分，目前是5-1领先乐天桃园。两次打击，一次三振，一次四外球保送。岳振华这球积极的出棒，打到中外野方向，陈威哇，被陈威的脚程给没收掉，非常可惜，没办法再来追加比分。不过这个半局中信兄弟靠着两战打、两次四外球保送以及两支牺牲打攻下两分，5-1领先乐天桃园。好，接下来时间请将您掌声献给我们场上的Patient Sister。